嗨，来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佑胜，我是演员，是主持人，是爸爸，也是老公。我爱上山下海，你爱探索世界。从以前到现在，我一直挑战常规，选择大家觉得不太可能的那条路。财经系毕业，却闯进演艺圈，因为我相信，心里真正想做的事，细胞会告诉你。只要 say yes， 勇敢跨出第一步，你的世界就会不一样。有了孩子之后，我也想当一个不传统的老爸。我就在思考，学习一定只能在教室里吗？所以我带着他们在冒险中学习，用大自然当教材。我们全家人一起亲手盖了自己梦想中的房子，每天向大自然学习。好大只哦！接下来，我们还要跟附近的农民们一起挑战种植有机稻米，改变四周的生态。不止 say yes， 更要努力实践。好，开始用影像跟大家分享日常生活。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，但也让我体验了更多可能。不要太羡慕我，只要拥有健康的身心，每个人都可以 say yes。挑战常规，开始更精彩的人生。就像是 Zespri 打破常规，让健康和美味不再是二选一。跟我和 Zespri 一起 say yes， 就有可能。Zespri